七月五号晚，思念自家儿子到疯狂的长沙四叶草们，为了迎接三只再次来到长沙录制快乐大本营，也是早早的就蹲守在接机口，放眼望去满满都是灯牌手幅的大阵仗，也让本劳不得不为宝宝们强大的战斗力点86个赞。而天赋宝们还在飞机上时，妮莉阿姨们也是自觉的排着队守着秩序，等着自家宝宝身影的出现，还大声不时的喊着暖心口号，希望三只能够感受到长沙阿姨们的热情呢。而在焦躁的等待后，妮莉 boys 们终于上线了，即使戴着大口罩也挡不住这扑面而来的校草气息，果然休闲风的三个宝宝今天也是全世界最好看的小孩呢。亲妈心泛滥的范们，这见到儿子秒变迷妹的状态，校刊们快调低音量随意感受一下吧。我想我会开始想念你，可是我刚刚才遇见了你，我怀疑这奇遇是个恶作剧。我想我已慢慢喜欢你，因为我拥有爱情的勇气，我任性走入。快来给本劳拿一个大麻袋呀，老仔真的克制不住想去偷小孩的洪荒之力了，即使走路都是一阵风，星星养眼的妮莉 boys 已都像一颗巨大的白巧克力，甜到忧伤热。而儿子走后，各家饭们也纷纷开启了应援模式，当标志性的微博口号在这个雨夜响起，被你们爱着的小孩真的是很幸福呢。不离不弃，四夜同行，爱豆有多好，粉丝就有多暖心，即使是冰冷的阴雨天，但只要你们来到这个城市，饭们的天空就都有了一个小太阳。而到底妮莉 boys 在长沙都做了些什么，在背后默默支持的妈妈饭们弄应援又是如何走心走肾的，敬请期待捞新闻对天赋宝长沙行的后续报道。芒果捞新闻欢迎三个宝宝们来长沙，记得要吃好玩好睡宝宝哦，报道。